怎么又来了？嗯，生意挺好。嗨，我打工的，我们好跟我不也没关系吗？啥呀？自己看。长得还挺神秘哈。宝藏地图。电影里演就得了，哪有这东西啊？别闹了。嗯，哎呀，这可是我花了重金淘来的，宝藏离咱们这儿很近，就在附近沙漠里。那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八九不离十，你想，如果宝藏有了，咱们找到宝藏，咱爸的病就能治了，能去最好的医院，能找最好的大夫。那你的意思就不打工了？你也不开理发店了？你管他理发店呢？去不去？哎哎哎，去！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。告诉你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。我把你带到这儿来，就是他妈想弄死你。没想到，跟你这个傻子，我他妈一直倒霉。进了沙漠，还迷了路，一事无成。而我呢？一剪子一剪子，我现在开了好几家理发店，爸现在马子上就不行了，啊，而我跟你啊，这个傻子分遗产，凭什么？当时爸妈抱养你这个傻子有什么用？抱养你这个累赘有什么用？喝他妈什么水？
开始接。